现在我们要从 Taringa Sundry Street Orchid 项目的 Town Home 开车到昆士兰大学，我们看一下这距离有多远，然后看一下周遭的环境。Sundry Street刚提到旁边，在九月、十月份以后，我们这边的话都会有贾克兰达开花，就是我们的兰花樱，会非常非常漂亮。这边是前面有一个商场，是直接走路就可以到的，有肉店，还有就是 supermarket。好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重点小学 Ironside State School， 前面的左手边就是我们重点小学 Ironside State School。古色古香的小学非常漂亮，在左手边。我们现在这个距离是我们是慢慢的开。非常著名的一个商场 IGA 的 Marketplace。 好，前面呢就开始到大学了，这是大学的公车。5分37秒，前面就是我们的昆士兰大学。5分37秒，我们到了昆士兰大学。我们现在有另外一条路，可以直接回到 Taringa。